你这什么狗屁命令啊！你把伤员兄弟留着，打什么阻击？你不是让他们送死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有人去接受改编，剩下的兄弟留着送死。孙连长要是还活着，绝不会下这种命令。 白匪这个阵地都能守住，我们打了几场都打不下来，你还不如白匪呢。白狗子有多少人？啊，少说一个营，我们一共才多少人？而且你只留下伤员兄弟，你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？我刚才说过的话仍然有效。不服从命令的人可以站出来。 加强老弱伤员组的战斗力。下面被点到名字的人加入一组：陈二、赵大个、马万才、贺老汉。二排长。 你留下来，带领他们阻击敌人。你放我！指导员，你终于如愿了。马文才，让他说。我要说的跟陈二说的一样。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 凭什么你去遵义，我们要留在这儿送死？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，牺牲是他最好的去处。有的人早点，有的人晚点，可能你们牺牲在这儿，我们牺牲在遵义。少他娘扯淡！你自己敢说的，遵义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。连长在的时候，你就天天闹着要分家。 把这帮老弱病残给撇下来，被连长拦住了。现在连长不在了，没人治得了你。好，我们这些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终于被你收拾了。啊，赵大个，杨排长，你们睁眼看看。 老弱组里除了伤员，哪一个不是得罪过他和解的？什么当红军第一条就是听命令，他这是公报私仇。我马万才不怕死，二连没有一个怕死的。但是我怕我死的太冤了，到最后连牺牲俩字都算不上。马文琛，你不要胡说，指导员的哥哥和你们也在一组，这才说明他的阴险毒辣。 他为什么把老韩分到五队？不就是为了堵我们的嘴吗？读书人啊，为了活命，为了往上爬，亲哥哥算什么？连媳妇儿都可以不要。小桃呢？小桃呢？指导员，你把他分到哪一组？ 他不是红军，我没有权利给他分组。那他人呢？小桃人呢？走了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啊？早不走，晚不走，现在把自己老婆送走，他就是要咱们这帮人留下给他当炮灰。老汉。
我他妈替你不值，亲哥哥还不如一个破证。快点！你是怎么了？你给我表白去了！听我说下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不服从命令的离开这支红军的队伍。七宝，小唐真的走了。 谁说我走了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我就在这好好站着呢。我男人跟我说了，我就在这一组。我男人跟你们说我走了，那是骗你们的。 他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谁怕死。这，你这到底是干啥呀？还是不让回来？ 小唐从现在开始进入你们组，指导员，这。全命令，王金宝，在这个组没法走，我现在是红军了，我服从命令。爷娘生前也交代过，要我无论什么时候都看着你，可是小唐，他不是红军，他该走。哥。 我不走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不行，不行！真让小桃在这个组。 你混蛋！我是你哥，你的命令我得第一个听，我没得说。小唐，小唐是咱家的活菩萨，咱们家只有三个人了，你这是让活菩萨去死！我问你，这命令能不能改？啊！ 你喜欢这小的眼，你总变得白眼狼，前段日子你被小桃那么，我以为你转了性了，闹了半天，你是在这等着小桃啊！啊！我就替爷娘教训你这个混蛋！小桃，你别打金宝了，我爹找他了，找你的！小桃，小桃，你打！你别管。 你让哥打，打！我打你这个混蛋，我打你！金宝，金宝，我错了，可不该打你。可是你的，你难，我求你，让小桃活。 让小唐活！老韩，你别求他，你们别管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该问的也问了，该说的也都说了。执行命令，现在咱俩没法。 咱俩永远都摆脱不了。爹！爹！
军，你也叫共军，你就执行命令，起来。两组人都听好了，留下的做战斗准备，跟我走的人他好像带上刺刀准备干粮，抓紧时间休息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大哥，你这还有条裤子要补吗？哪有裤子？爸，人都快死了。他没死。行，我给你拿去。好。我不想知道，我叶小桃挺聪明的一个人，回回都让骗呢。干嘛哭丧着个脸啊？刚才那个劲哪去了？我想看你笑，给我笑一个，你看我都笑得出来。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，我对你的好别忘了。小桃，我要是他该多好，下辈子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。做他那样的人有啥好的，净害人。那也架不住有人拼死拼活让他害啊。现在好了，你死了他活了。小桃，我就想不通，你又不是红军，他都走了，你为啥不走啊？中邪了呗。马大哥，俺这么跟你说吧，因为他是俺男人。他现在当了兵，又做了指导员，那俺就是他的兵，是他的兵就得听他的命令。你说俺这红军的外人都听他的，你们咋就不听啊？俺都不怕死，你们咋能怕死呀？其实这次回来呀，俺都想好了，我就是要跟他一块儿去死。可结果呢，是他要活，我去死。死就死吧，俺是个女人。按照孙连长的话说，俺就是贺坚的婆娘，他在哪俺就在哪儿。他要是活着，俺就跟着他一块儿活；他要是死了呀，俺就陪着他一块儿死；他要是遇到难处了呢，俺就跟着他一块儿站在那难处那儿。
不能走。俺要是都走了，那谁还能往那南处里站着呀？啊？你觉得值吗？咋不值了？俺真真的喜欢他，他也真真的喜欢俺。马大哥，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他真真的喜欢俺啊。哎呀！哎，你裤子！我加入你了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你们不会那么容易走的。指导员，我是个老兵，你骗不了我。看看你眼前吧，干干净净的，白狗子连一颗子弹都没给留下。这是被五军团夺回来的样子吗？我要说的只有一句，我没受伤，能加入你们，也必须加入你们。你到底答不答应？你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？我一直忙着恨你，没工夫想，多亏了小桃。桃儿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放心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就是说漏了嘴，说你把他送走过，他自己又跑回来了。指导员，我盯你们俩盯得紧，我知道你喜欢他。送他走的原因只有一个。那就是让他活，活着当然重要了，但有的时候死了同样重要，也许是最重要。欢迎你加入我们。站错边了吧？指导员批准我加入这个，咋了？行，没想到你他娘也是个胆小鬼，胆小的都滚，我和兄弟们死在一块儿。
哎，你动！向留守阵地的战友们，这里。 兄如父，弟弟给你磕头了。
大家先稳住，别出声。白鸽子走近了再打。别出声，再等会儿。排长，真是咱们的人。大家也唱起来。我们去迎接他们。嘿，九彩花开一条心，当兵就要当红军嘞。走，走，兄弟们。没想到还能看见你呀、啊！你小子在这儿啊！看来你没今天我就死定了。结果把你们等来了。好，好，接到命令是首要赛，怎么一个白狗子也没看见？这白石里都没有白狗子了。狗日的王家烈被咱红军吓破了胆儿，把人全调到高平镇去了。咱们五军团是走到最后的，你看，不管是哪个团，只要是掉队的。咱们一个不剩，全带上了。我们是走到最后的。大表姐夫，大表姐夫。团长已经牺牲了，不过团长在牺牲以前就知道了我们把遵义打下来了，他很高兴，还大声地笑说只要团部还在，这个团就不会垮。你们要把他抬到哪去？抬到遵义，团长交代过他要埋在遵义。这是俊宝写的，还有一封信呢。咱们赶紧得找个识字的念给我们听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杨排长识字。对，杨排长。致红军首长，原谅二连不能完整的抵达遵义接受改编。两天前，我收到军团总部下达的作战令。抽调我团一营二连的战士驰援高平镇，深入敌军阵地展开机动作战，这是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，因为送信的人和接收命令的人全都牺牲了。我坚信红军必然在遵义迎来一个转折，一次重生，因为这是数万活着和牺牲的战士们共同的呼声，这是中国大地上所有受苦人的呼声，无数烈士的鲜血必然将它催生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愿意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留下一部分老弱伤员前往遵义接受改编。
而我带领其他战士代替二连驰援高平镇战场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，无论什么结果我一人承担，因为我们是红军，我们是死一个兵顶上去一个兵，死一个连顶上去一个连的红军。志老汉，我亲爱的哥哥，还有我亲爱的战友们，原谅我欺骗了你们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军团总部的作战命令，我相信你们全都会跟着我一起前往高平镇，因为在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懦夫。战友们，你们必须活下去，代替即将牺牲的我们继续战斗，继续做红军的种子。养好伤，从病痛里站起来，代替我们看见那即将到来的伟大转折，看见那一定会到来的红军最终的胜利。知晓涛，天快黑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只能用最后的这点时间告诉你，你的男人贺金宝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一再的骗你，但是他爱你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你是如此不幸，因为你爱上的男人除了爱你之外还爱他的信仰，更不幸的是他的信仰需要用牺牲才能完成，但是他必须告诉你的是，如果天下太平，他只愿为了你一个人去死。小涛，他有太多的话想要对你说，有太多的歉疚需要你来原谅，可是出发的时间要到了，你的男人已经来不及对你说更多的话，只能说出最后这一句，他爱你，你是他生生世世的妻子。小桃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找我男人去。放开我！你还是红军战士吗？杨会长，找我弟，我就是一个弟弟啊，排长。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的，啊！你弟弟让你活下去，让你替他活下去，替他到遵义去。看见转折，看见胜利，你知不知道？贺老汉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贺老汉，我知道。贺老汉，我知道。贺老汉，我叫金宝。贺老汉。
小兔啊，看我！老马，狗日啊，肺有点肿啊，活不了了。老马，你起哄了？老马，你快放手啊！我这见识他，跟他说，以后小偷不喜欢我。他喜欢我的话，这就交代了。告别的话，我说，因为呀，逃不了了。下边再闹，人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也要做牛的花人。心脏开花，走走，金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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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啊？金宝，金宝，你在哪儿啊？来，跟我走，走啊，走啊！栓子。咱就剩下这些人了，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算上我在内，咱还剩下12个人。你们说咱该怎么办？指导员，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。对对，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。刚才咱们炸了白匪4个吊子，2个炮兵阵地，打得不错。就在前方500米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炮兵阵地，离咱半里路。你说咱打还是不打？打打打！说实话，很难冲过去。但只要咱有一个人过去了，能有一口气儿，咱就能炸他一。从现在开始，怎么打咱都是赚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咱现在还剩多少口手榴弹？每个人手上还有1-2枚。好，咱带着剩下的手榴弹，只要有一口气过去，咱就是胜利。爹娘，
们红军最后的胜利。